啊，阮犹原无计当，阮对上帝回母的追求，愿上帝你通过你的话来勇壮阮，医治阮，也扶持阮的行行，啊，清洗啊阮的心灵，啊，阮为着疫情啊最近有渐渐咧降低，献上感谢，求主你予阮啊会当紧紧恢复啊原来的这个。啊，勇敢的这个台湾甲世界，啊，会当是全世界，特别是台湾自动工商，拢会当恢复，啊，互百姓啊，无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来受苦，啊，无论是政府还是自家的经济，就做你拢来人民十分祝福，啊，阮通过你的话，啊，会当正对。阮生活的方向，甲阮啊做要努力的这个毅力，啊，所以恳求你啊，也通过阮正人伫你的面前啊，谦卑的啊，这个忠厚啊，互阮会当领受主的同在啊，会当经历伫遮的啊疫情甲环境啊无同款的挑战，会当得胜到春。用这一切用光归你，安尼祈祷恳求配合做基督的证明，阿门。好嘞，咱来请这个后长老吼来读《撒母耳上卷》第四章。咱即马读的拢是2021年的这个新译本的台语汉字版吼。来，有听到？有听到吗？有听到。有啦。撒母耳的话，大声都真好听啦。哦，真好。撒母耳的话传遍以色列，以色列人出去要甲非利士人交战，因伫以边以下附近则赢，非利士人伫阿弗则赢。第二节，非利士人摆阵攻击以色列人，因太赢。开始一些的人大约4000人。第三站，一些的军队转来赢来，因的长老讲，是安怎上主今仔日予咱开输非利士人？咱来去示罗，跟上主的约柜来咱遮，安尼伊伫咱中间，会救咱脱离对敌的手。第四站。因就派人去示罗，将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约柜扛来。因为上主坐伫约柜顶面，两个天使基洛伯的中间，伊哩两个囝何弗尼、腓尼哈，甲上帝约柜做伙来。第五节，上主的约柜来到夜中的时，以色列人大声喊，直刷叮当。第六节，非利士人听到喊话的声，就讲：希伯来夜中遐尼大声，是咧喊什么？后来才知是上主的约柜到夜中。第七节，非利士人惊吓讲：有神明来到因的夜中，因讲：惨啊！咱前到今毋捌拄到即款代志。第八节。咱惨嘛，啥人会当救咱脱离这款大关灵的神明？以前伫旷野用各款灾祸吓死埃及人的，就是这个神明。第九节，非利士人啊，要勇敢，要做大丈夫，恁才免做希伯来人的奴隶，亲像有以前做咱的奴隶。要甲伊大丈夫甲因交战，非利士人就出战，以色列人击败大兵死30000人，一派拢逃走，返去因家。再者，用着玉圭予非利士人抢去，伊哩两个囝何弗尼甲腓尼哈嘛拢死。第十二节。同迄日，有一个伯仔伯
雅敏之族的人对战场走来时落，三下日头壳三头粉，表示哀伤。再者，伊到的时，拄着伊哩伫路边坐伫伊的椅仔伫看，因为伊在挂入上帝约柜，迄个人入城报消息，全城的人拢嚎叫。十四者，伊哩听着嚎叫声就问：恁在看啥物？迄个人赶紧来甲伊哩报告。十五者，伊是伊哩已经九十八岁，目睭叉叉，无看见。这个人甲伊讲，我拄啊对战场来，对战场都走来。伊哩讲，我的囝，代志拢办。七十，我上一人应讲，一切人变白都走，无人开始的经济。你两个囝，少一点声啦，怎声啦？我回忆，我回忆他把地上的土拿去。那么好，那个机器床啊，这么聪明，我怎么着？的被子。妈妈，我喜欢，记得收藏哦。一个人一个讲着上帝用贵，伊哩就对伊啊，做善良，做落去，门边红粉就就死，因为伊哩人搁大哭。伊哩做伊这个人，为了海无死，伊哩的媳妇为了海无怀孕，这个媳妇，就上台发挥，互人唱戏，大官甲用户拢消失，不然亲生子孙放下，除了去生囝。伊在咧死的时，伫边啊咧照顾的妇人人，甲伊讲：免惊，你生查某的。不过伊渐渐无回应。第二十一集，你害你那号名叫伊家伯，意思是上帝应邀已经离开一些咧，因为上帝要恢复人唱戏。大官甲用户把拢死，二十二节。佫讲，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欲归予人唱戏。声音大些。好，感谢主，做了嘛真好，真有准备哈。你种声什么杂音嘞？我这台我关机啊。有人无关机啊？内底无关机的吼，林良安，啊，哎，即摆剩林良安呢，爱乖，较安全吼。乖啊，乖啊。即摆有啊，吓。嗯。本来有人要分享的，无将开机分享不要紧。好大官对啦，大官过身啦。哦，是大官，不是大官。大官有大官的。哦，十九节，大官。啊，我无记，无迄个对起来，你直接插个迄落。伊爱坐，伊爱吃迄落，看做干官呐，大官。啊，无啊，这有影会容易读大官对啦。这大官那也是大诶，哎，那是当一个形容词。那马贵这容易，真正是大意思，对啦。我安尼我看无着，哦，有对照吼，安尼着，啊，总是碰袂歹啊，真好。而且迄个恁几个提醒吼，来，还阁有无？谢谢，可以。有人要分享的，还是讲要基本的无？我跟你讲，我聊天之前讲，我只在读书吼。我看咱的汉字，我有对咱的罗马的病话字啦。啊，所以我最近这个，我搁有红笔用
我问到袂记个啊。啊，你打记录啊，做笔录啊，我有看。啊，结果嘞？结果煞又袂记，即久即个打官煞未收着，歹势输掉。我你啊，你当看我找我袂干吼，你做笔录嘞？后摆你的问题拢甲遮样找证件甲画哦，哪不要紧，免那保持甲做安尼好安尼。你那像你搁早去上地啊，早去你去上地啊，免担心经嘞。嗯。哦。甲遮哦，哪不要紧。哎呀，甲画东画西，哎。我跟你讲，我问你哦。是。是安怎约会啊？因对是咯，拉根去因第一摆烧台，因到菲律宾人烧台时阵啊，伊根去因就拍，因就甲输，对输咯，甲根去。不过因第二摆烧台时阵嘛是台输，煞咧搁约会搁互抢去。是安怎当迄个约会根去的时阵，是安怎因无台赢，因嘛是台输。哦好，看下咱再来讲这个问题，这真好问题好。来，要不？啊，搁一个拍摄，第一个我看第几站？第八站。第八站。第八站上落尾，伫第九站的头前，遐伊讲，就是遮的心灵，菲律宾人讲，就是遮的心灵开始，开始埃及人遐就是遮的心灵，现在讲。假的心灵，表示多数。嗯，好，真好。好来，这拢旧问题，咱看下这就要解决，阿有分享的无？我会当提出一个疑问无？好，好来，请。拄只你是咧讲的讲，第二遍是安怎甲玉桂卷起，搁同款台数？因为迄个时。伊说的人认为讲，伊有约会甲因保护，因就一定赢。其实安尼就是甲因甲瑕疵约会当做他们的护身符啦。对。嗯哼，其实上帝不是要他们这么做，是要他们重新悔改。对对。是重要的。对。嗯哼。真好。谢谢。嗯，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夹子的嘛，对，他夹子呀，因想要夹子上帝了，第五章、第六章的时阵，同款非利士人嘛，要借着这个约柜想要得胜利，可是却都也没有来对，对呀，他们的赌方，可见神。非常不喜悦，你们用这两招呢来挟持我，而不是真心来依靠我。对，阿妹。嗯。好，我在。真的，好来继续。我说，给我问哈。好。我讲这个妇人啊，我读到这个时，感觉伊讲不然就吹准痛疼，哭着去生囝，伊要生，伊要死，是这个妇人啊。生生伊这上规下年无生囝了就死去啊吗？对啊。对啊。当然赞。啊。囝有生出来啊，囝有生出来啊，老母子啊。伊讲无婚姻，啊，不过伊那个好命，啊，囡仔好命。啊，就买子的正常啊。啊。买子的正常，也搁会互相讲话，嗯。哦，哎，就算讲囡仔生出来，伊人死去就对啊。对，囡仔有生出来。哦。人哈，人还佫会复讲几句话话啊。哦。嘿，这个吼，可能这个环境的打击吼，看人家听张医师这个分析迄个有可能的背景。这毋是古早时代啦，这现代吼，你若忽然间就着这样款的气息吼，人的心，规个心拢切落去的时阵吼，迄个虚弱的心乃是良药。啊，这个看做，忧愁哈，忧伤的灵会互骨孤单啦，啊，这样本来是爱食这个油饭的啦，啊，无怕重吼，生有过这个烧酒饭啦，麻油饭啦，啊，生无过四地饭啦。四地
对啦，所以佛寺到即马嘛要安尼呢，到即马嘛要安尼。清淡对于福建人来讲，拢是一个危险的时阵。对。所以哦，有母亲在啦，那爸爸在啦，感谢啦。拢是哦，拢是母亲在哦，大家拢安尼大大庆祝。来，安尼咱来看这个第四章啦，吼。第四章吼，咱是根据较早一个顶礼拜第三章。在这个座台讲起，第三章吼，一个重点就是从第佛教这个三宝呢，然后到第三界的时阵，伊拢想讲是老先知、老先知吼，伊伫咧解救，所以拢走去伊伫的身边咧讲话，你叫我，我伫遮，三拜吼，伊伫嘛，到第三拜伊伫嘛，才醒悟起来啦，吼，才醒悟起来，就是讲。就伊个族人个经验讲啊，安尼这是上帝咧甲你讲话啊。你若搁再讲个阵吼，你着讲请讲罗卜静听。对个人到第四界吼，照咱所看第三章第十十讲上主搁来徛伫来徛伫啦吼，亲像前几若摆安尼讲，十八年十八年，十八年着应讲讲请讲，你个罗卜静听啦，你个罗卜伫听吼。对哦，这个所在就将迄个二章二十七节吼，二章二十七节有直接将地做重用萝卜来建伊哩，将所有的种地内容拢讲过一届啊。所以哦，伊遮就无过来顶提啦吼。讲起来的意思，甲二章二十七节甲迄个重用的萝卜，重用的萝卜的确应该是一个，那算有年纪啦吼，有年纪的人。这个所在吼，就是我已经几届讲到拢有提出来咧，甲咱加强。上帝自己是一个慈悲怜悯的上帝，伊要甲你下动手的进展吼，伊手悬举悬悬啦，自己伊想要轻轻啊放。所以哦，伊才叫人来伫这个所在提献二章二十七节，上帝所重用的这个萝卜来甲伊哩讲。讲了非常的上帝，上帝佫通过一个囡仔，不厌其烦，佮叫十八年、十八年，叫第四届，才知影讲哦，才听哦，才知影讲这是上帝话，才将迄个话佫家己讲。迄个话家己讲的时阵，十八年嘛照所交代，因讲一直伫迄个所在，家己讲，甲这个真，这个伊哩讲，我一感觉。两摆甲咱加强，就是讲第三章十八节，差不多就将这个话拢甲伊哩讲，对伊无温暖。伊哩讲，伊是上主，上主会照伊看最好的去做。我就感觉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回应，一个态度。直到伊哩知影上帝，伊应该是认捌上帝。是一个安尼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伊的生气只不过是万年久，伊的慈爱直到天台，这是伫旧约中间一摆搁一摆伫咧提起。总是啊，伊竟然讲这个话，我有提起一个例，就是这个亚罗波安，罗波安王甲亚罗波安北国的第一任的国王，北国第一任的国王吼，亚罗波安。伊为着行了八年，搁倒转去南国犹，迄个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过节，倒留伫犹大，犹大国啦，吼，南犹大国，犹大支派，所以伊就来行留伫遐，所以伫但甲必定伊个所在，拢有做金牛啊，甲八年教育讲讲，这金牛啊是带恁出来得个，所以毋免搁倒转去耶路撒冷。恁就军担这个担，甲逼着你就军伫迄个所在过节就好。所以安尼大大得罪上帝，对第一届到第四届，人甲上帝中间做规定的关系，拢得罪着。这个时阵有先知伫迄个所在，嘛是一个重要、上帝所重要的路口，无遮难命。即个伊指责，你家己手。伊咧家己指责，伊家己做单，伫迄个单顶咧限制，限互五章哦。
好、哦、听着这个真人甲伊讲这个话，讲伊安尼是得罪上帝时阵，就伸手讲将这个人甲伊抓起来。结果伊伸出来的手抓救袂动去，高打去啦，吼、哦、高打去吼，唔听无听真经的指挥啊，伸袂动去吼，伊、哦、马上就悔改啊。哦，虽然后来嘛是阁继续咧拜五像，总是伫迄个时、迄、那个点，伊就要求拜托这个神人替伊祈祷，吼、哦，互伊个手会当阁求倒当。啊，神人果然就替伊祈祷，伫迄个所在，伊手就复原。所以伊要用这个重兵之礼来款待这个神人，总是这个神人就交代。无得伫迄个所在，连一滴水拢袂使伫迄个所在接受，吼、哦，就安尼离开。啊，所以啊，将这两个简单的例来做对照，咱若将来提起讲，这个阿伯拉罕为着这个多德玛甲阿摩列对五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这款的祈祷，上帝为着十个异人。无要杀害迄几十万人的正事，啊！所以吼，在这个中间吼，咱看见讲上帝是一个爱人、代求、祈祷、悔改，吼、哦！啊！所以我若从漳州提迄个例，就是讲阿东甲夏花，当初只食点恶果，食了了后，听着上帝声，因若出来面对求上帝赦免，可能咱今仔嘛还阁住咧爱莲园呢。啊，结果吼、哦，阿东吼提予下花，下花提予大，啊，大家拢无要认家己的罪，啊，对吼、哦，上帝虽然甲因讲死的是的确会死，总是因嘛无死啊。上帝搁做批单伫这三张统计伫三张二十一集，互因穿嘞赶出乐园，啊，所以地搞咱今仔日做为着这犯着这个原罪，啊，所以吼、哦，上帝会禁止犹太。犹太伊有反悔，拢是无改。啊，伊反悔对象唔对，伊走去甲遐个祭司、遐个法利赛人，甲伊讲我这个陷害这个啊异人吼，我有罪啦。啊，结果吼，伊若会晓去甲耶稣认罪，伊甲遮个祭司头认罪都无效。啊，遮祭司头讲迄是你的代志啊。啊，伊怎钱怎等伫迄个殿的内面？因将迄个三十块银吼，三十两银去买迄个放做叫做血田呐，血的田园呐吼，专门咧埋葬迄个放做无人领尸、无人领尸体的一个坟墓的所在。所以犹太就真啊悔改，耶稣会赦免无？一位过顶的强盗，干那为着一句话，主啊，你的国临到的时阵，请你纪念我。耶稣就甲伊讲：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伫乐园。今仔日咯，你要甲我做伙伫乐园。所以伊哩伫这个所在讲起来，那真像顺服，实际伊唔捌上帝，这是非常悲哀佮可笑的所在。所以造成伊的家族世世代代就咒诅，就造成后壁咱第四章较早所读的。大将有三四千个人受害，后来佫有三万个人牺牲。所以吼，伊担的罪实在是爱极重啦。哦，伊若到处伫迄个时悔改，上帝会伫迄个所在，若会欢喜收回。因为通过几落届，咱看到伫历史中，上帝的恩典佮怜悯是久久长长的。哦，伊的生期是万年久呐定。啊，所以吼，伫这个中间吼。予咱会当讲，咱若读上帝话语，真正就是咱无可能会拢无法当守全律法。总之，咱若会将在用上帝话检查、更正咱家己的时阵，咱有唔对，甲上帝认罪，上帝会欢喜，赦免着咱，继续使阮祝福，吼、哦，直到天台。所以吼、哦，你讲旧约的上帝作善因，这是对上帝冤枉啊，嘛是对上帝无了解。伊每一届拢会有提醒人来警告，来警告，提醒搁来提醒，反复搁来反复。啊，所以哦，人无要按上帝的真理的时阵，上帝拢将伊的律例写伫大经，拢是咱无要照伊的律例，
无要困读圣经，无要照伊的规矩来行，所以伫迄个所在得罪上帝，好得罪上帝袂要紧。你若知影你是得罪上帝，甲上帝求遮面，问题点是你佫唔知影你得罪上帝。啊，你唔会当讲啊，我干那只，我唔知影讲这是犯着律法啦。啊，袂当讲唔知影你犯着律法哦，啊，就无罪啊，袂当安尼啊。哦，你若犯着律法，地面上的律法。你若犯着律法，你就是有罪啊！哦，你伫路边捡着物件，啊，捡转去，啊，你想讲啊，这是我捡着，我毋是工厂的啊，总是哦，你安尼捡转去，啊，这结果有人认出讲这是伊的，安尼你就等于共偷窃啊！哦，这啊，所以这袂当讲咱毋知就无罪，啊，所以咱要知影，就咱爱观察圣经，特别是查考圣经，哦，咱若查考圣经的时阵哦。咱有团队做伙咧查考，大家互相激励，啊，互相会当伫灵性的顶面得到成长。所以咱伫遮个线顶的人，大家拢无烦心啦吼。啊，其他的人嘛是无烦心啦，但是伫大合中较无法度，所以就无法度啦吼。啊，总是家己本身爱困读圣经，这是一定爱。啊，到第四章的时阵吼，你讲起约柜的大事啦吼。啊，十八年的话，正了。十八年，伊从地坚固伊啊，吼，就高举伊，哦，这个看做三章二十一节，从主继续行伫示罗，显现从主伫示罗，用伊的话启示十八年，所以十八年已经真做是世师，嘛真做是先知啊。世师通常是传播下面，啊，先知是传达上帝话，两个角色无同哦。啊，两个角色无同，祭司是啊，伫迄个所在主持献祭，啊，伫迄个所在传播下面，总是先知将地有稳定、有疾病、啊，有祝福、有救助，拢会通过先知。所以啊，咱最近哦，古约有过来先知才那尼济，拢有来讲明、来讲、来提醒、来吩咐。哦，所以咱袂当讲哦，上帝旧约，上帝作歹，哦，所以卖读旧约，咱这个搁较得爱读旧约，因为伫上帝做事情的话，拢通过这历代的先知甲咱讲起。当这个上帝话通过十八年启示的时阵，十八年的话就会传遍到伫以色列。啊，总是这是到底怎么款的话，圣经并无明记。啊，总是伊渐渐咧取代这个。啊，看做伊哩个角色，啊，伊这个人出去伫诶出去买甲这个非利士人交战吼，因伫一边一家杀赢，附近杀赢非利士人，伫这个阿弗，伫阿弗杀赢啦吼，所以吼、哦，这个一边一家伫这个所在因里啊啊里啊杀里啊杀赢，啊，总之我看多位资料吼。以便伊遮目前的地点伫底，大家拢即、这个资料都显示拢是讲不可靠啦，啊，总是有即个地点，啊，总是即卖伫目前的现在是虾米款的地点，啊，总是以便伊遮吼，即、这个所在啊，开始咱就知影讲伫即个所在展开甲非利士人交战的一段大概击败去啦。毋过真趣味的就是讲第七章十二节。用地地怎么做在失败？用地地怎么做在？不是用地失败，用地地怎么做在？啊，好，即个以色列人吼，去拄到即款因多犯着罪的苦头，总是当咱若悔改认罪倒转来时阵哦，伊就是怎么做在恢复？啊，咱就祝福，互上帝名得着高举。所以啊，第七章十二节嘛，伫以便以家的所在，太赢这个非利士人啊。哦，所以啊，这是咱讲到第七章的时阵会讲到。啊，对这个所在的以便以家，目前到底是什么所在啊？咱迄、那个照所有考古来讲吼、哦，并无明记啦，吼、哦。啊，总之这个所在，咱较早咧讲第二节啦吼，非利士人吼、哦，因败兵出去攻击以色列人，因才赢，才使以色列人大约有四千人。以色列军队转来赢来，因的长甲，因的长老讲是安怎将主今仔
予咱台自即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咱来去受到刚将主的约柜来咱遮啊，安尼因伫咱中间会救咱脱离对敌的手。后来，较早咱有讲起，讲哎，啊，从第两摆讲出来吼，就只是一摆尔啦。第一摆吼，太只甲因第一摆并无共约归出来，所以因直接去到非利士人交战的时阵，太输啦，失智性的人啊。啊，所以失智性的人吼，因就感觉讲真惨淡啊啦，吼，所以因就倒转来。啊，倒转来的时阵吼。直接就到这个伊这个的军队吼，倒转来下来，就因的长老吼，就讲是安怎将主今仔予咱台独非利士人吼，咱来去示罗，跟将主的约柜来咱遮，安尼因伫咱的中间，伊伫咱的中间会救咱脱离对敌的手，啊，因就派人去示罗，所以伫这个所在吼，组织。是遮个长老开会，吼，遮个长老开会吼，看到讲爱以这个人开始，搁知识性的人，所以因就要去跟这个约柜啊，要出来赢阵啦，吼，啊，要出来赢阵，啊，所以吼，就只是两一届呐，定无两届啦，吼，这一共一届尔，头一摆太知识性的人吼，这届约柜并无出来，啊，当时就是因为太输搁知识性的人。啊！因来报互长老，啊！这个长老就家己自断啦。所以这个时阵吼，伊哩敢那是用摆卡去啊，无来通知这个伊哩，也是讲得到伊哩的同意，啊，是讲请示伊哩啦吼。就这个时阵，还阁是伊哩伫咧做设施，哦，做大设施啦吼。照讲是爱通过伊哩。在这个所在，甲这个长老参详伊哩的同意，啊，总是因着家己自作这个主意啦，吼，自作这个主意。啊，这个主意吼，对第四节讲，因就派人去示罗，将众主万军的统帅的约柜卷来。啊，因为众主坐伫这个约柜顶面，两个天在基路伯的中间。伊哩两个囝何芬妮、芬妮哈，甲上帝约柜做回来啊！后来这个所在第四章吼，讲因就派人去到示罗啦吼，啊将众主万军的统帅这个约柜讲来，万主统帅这个约柜吼，这是记载出来就第二十五章十八章到二十二节啦吼，你讲起约柜安怎造成，就这个约柜吼。是一骹四骹，四角形的这个骹箱啊，三尺到四尺的长啦吼，啊，它一尺吼，一英尺啦吼，一英尺的宽，啊，三英尺到四英尺的长啦，吼，伊一个四角形的，啊，伊个拢有孔金啊的里，金皮啦吼，唔是规个拢金的，是金皮，啊，边啊有两个这个。两边吼，两边拢有两个迄个圆箍啊，是用金啊做诶，吼，啊有两支棍啊，吼，伫迄个所在穿过迄个啊，扛迄个玉柜，啊玉柜诶顶端有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啊，吼，即个基路伯诶身吼非常诶长，吼非常诶长，啊伫迄个伫迄玉柜诶箱啊诶顶端，吼表示迄是上帝诶座位啦，上帝诶座位吼。用两个天才啊，围伫迄个围做哪样啊？足大只鹰鸟安尼啊，怎讲吼？就有迄个翅啊，两个天才啊，伫迄个箱啊一顶悬，所以迄个箱啊顶伊是迄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顶伊是宝座啦。啊，箱啊顶伊是宝座的脚踏的所在啦。哦，真像咱咧坐咱的椅啊，脚踏的所在，踏在迄个玉柜、迄个四角形的箱啊内面啊。哦，啊，就这伊是踏做的，总是用迄个金、迄、那个金啊吼，来甲伊浆成的。哦，唔是用金啊做台，用金啊做台吼，可能会更无法啦。哦，规个拢来用迄个旧的吼。
啊，咧礼拜吼，迄是非常的重啊吼。啊，最后迄是重点讲上帝定的两个基督徒，两个天才的中央。啊，约柜正做是伊脚大的所在。啊，如今这款的经营吼，伫迄个时代啊，各种的生命拢有类似的这款的物件啦。哦，啊，当初时会做这个物件，摩西会被下令做这个物件。是唐太宗主要是要放两块上帝的玉骨，迄个看到，迄个法版，法版就是只十条界啦。哦，一块法版是只第一界到第四界上帝甲人的关系。哦，啊第二界哈，就是只第五界到第十界是人甲人的关系。哦，啊对哦，这两块法版放伫这个石板啦哈，石板啊，咱讲滑板。我办就是讲，如发的这个石板啦，啊，这个石用石啊，空的，唔是用石啊，唔是空的啦吼，用石啊吼，诶，啊，放伫这个世界的内面，啊，后来有加添物件，吼，就是后来有加添这个金碗吼，放玛纳，啊，放玛纳，啊，正做因代代纪念因四十年吼。就是每一日上帝拢甲因备办，每一日的粮食透早起来会当去食玛纳，啊后来佫加一项物件，佫加一项物件，就是因咧挑战这个克拉洞，因咧挑战这个啊摩西的啊这个所推的因的领伊的领导权呐，哦，就是因感觉这人吼、哦、就是安尼啦。勤劳虔诚啊！啊，日子甲恁照顾，甲恁照顾吼，啊久吼、哦，你着感觉讲足烦呐。吼，啊，所以着起来挑战摩西吼，诶，这个领导权呐。啊，所以摩西着叫讲，啊，若安尼无安尼，那我若上帝看上帝一根针，点么人？啊，无恁所有族长啊，大家拢嘛拢有一支管啊。吼，所以拢有一支管吼，去放咱爬到上帝的会幕内面。哦，啊，看叫伊敬畏啦，什么人的官啊有变化？上帝是拣选什么人？结果吼、哦，摩西的官，十二支内面吼，摩西的官吼，干那摩西的官有变化，哦，摩西的官有变化，伊的变化是安怎？伊迄支官啊，都有布耶、坎丁，搁有花五。有花，哦，管啊吼是无生命的物件啦，啊，啊，佫有果子，有花园，有花有果子啊，这是行树行人啊，也唔是行人啊，行树迄类的吼，啊，所以这款的物件，伫迄个所在将无生命变作有生命，啊，佫是上是劳动青青啊，咱早是开花园。花苞啦吼，然后才开花啦，结果是，迄是一个时期，一个坎段，一个，譬如讲三月开花，四月啊开花，五四月开花，五月结果是，拢是伊共一暝中间伫共一个管啊内面战争，所以迄个管啊嘛放伫这个玉柜内面啦，啊，所以内面有三项物件吼，内面有三项物件吼，这点互咱通知影，啊，这吼。上帝约柜是非常的神圣，人袂当轻易伫迄个所在滚活，干那只有大祭司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滚活，啊，其他的人袂使无有任何即个啊礼典，还是啥物事就交代就管的时阵啊，那人当去清军吼，就会拄到真歹的，即非常的神圣，袂堪得互你去碰到。所以安尼一个物件吼，因像讲遮咱真正的物件，过去因的经验是啥物？那照遮的菲律宾人讲，较早开始埃及的时阵，就即伫埃及的时吼，有影伫迄个所在翻覆，当时吼，互十个迄个第十个灾害，互遐个囡仔拢死的时阵吼，遐个头像仔囝，埃及的头像仔，即个动物啊吼，包括人。哦，拢死的时阵吼，迄个时阵也无约柜啦。迄是到伫旷野的时阵，上帝甲一迄个摩西交代，伊安怎寸笑，啊安怎做，
吼，迄个时阵才迄确定的年代吼，所以并无遮起啦吼。啊，所以吼，真正看见约柜的威力是当时，所以真正看见约柜的威力吼，是伫这个进入迦南地啦。进入迦南地时阵，咱有看见什么人？约书亚来到约旦河边的时阵吼，结果过非常的叹劳。伊来到迄个所在，已经是一个时段，一段时间，总是吼无亲像当初时摩西过红海来到红海边的时阵，上帝提起东风，将这个爱这个红海，甲伊划作两边，正做大地。予因会当顺利通过。总之，这个时阵，摩西已经就调，上帝已经甲伊调转去。哇！约书亚带伊这个百姓，踮伫约旦河东，准备要经过约旦河，到伫约旦河西去占领，吼、哦，去占领啦，吼、哦，去得到迄个老尼甲彼个迦南地，迄是咧去约旦河西啦。啊，总是这个时阵，摩西无伫咧，啊，这个约旦河伫迄个季节非常的叹劳，啊，伫迄个季节非常的叹劳的时阵吼，啊，这个约书亚伊伫迄个所在到底停留偌久，咱唔知啦，啊，有可能是两礼拜、两个月，啊，还是偌久，咱唔知影。啊，伊当日当然伫遐祈祷。啊！伫遐伫听候，总是约旦河拢无改变。后来上帝一直甲伊讲：“你着勇敢壮胆，勇敢壮胆，勇敢壮胆，勇敢壮胆。”对第一十九、十八、十总共讲四摆的勇敢壮胆。对伊伫迄个所在，伊领受上帝的交代，甲百姓的这个祝福。伊就命令在祭司跟约柜的祭司行头前，吼、哦，行头前啊，了咧约旦河。啊，正经甲咱描述讲，当咱在祭司因脚伫咧运着水的时阵，运着约旦河水的时阵，迄、那个约旦河对阿东城的十六层的所在贴做堆啊，下脚的水就渐渐提起。迄唔变埃及的迄个红海的水哦，红海的水是你打来去两边拢打去，总是伊是讲对阿东城达勒旦的所在，迄、那个水翻贴过堆，下骹的水继续往西海流入去啦，所以嘛是还搁咧流水呢。啊，总是吼渐渐，即、這个约柜行到即个河的中央的船徛伫遐，哎，就行做大地啊，所有的百姓拢经过的时阵。这个跟约柜的设施才离开迄个河中央，吼、哦，啊，伫迄个所在上花去。总是这个约书亚，上帝有交代约书亚讲，你着爱伫设施徛的所在遐徛贴十二块石头啦，然后搁伫河边的所在搁贴十二块石头啦。哦，所以吼、哦，伫这个中间，日后的人若讲，哎呀，怎啊一堆石头伫遮？迄阵啊，无咧起纪念碑啦吼，啊，咱台湾人正正起来，蒋介石啊的纪念碑吼，起几啊座啦，吼啊，总之吼，会用一个吼有见证的，安尼一座、两座安尼尔，吼，对河中有一座，河边嘛一座，后摆的人若问起，即个世世代代子孙若问起，为虾米才有一堆石头贴做堆，恁着甲伊讲起，即个伊这个百姓怎样伫。跟约柜的时，啊，这个约旦河的水打去安尼啦。啊，咱去看见公亚利哥城的时阵，上帝嘛交代，这个祭司跟约柜，啊，交代因两日行两日，啊，坐咧行，一日行一摆，两日第二日行一摆，第七日行七摆，拢是祭司最头咧行啦。吼、啊，到后来的时阵，到伫第七日的第七日。啊！这个祭司才开始分灶角，大阿也才会爬上，在迄个所在大声喊话。啊！这个亚利哥城就倒城做平地了。
吼、哦，所以才拢有讲起这个约柜的代志。啊，这个代志啊，就是放在这个看到爱琴海的另外那边的这个菲律宾人，菲律宾人会当讲比名当初是中国的蒙古，吼、哦，还是叫一个种族啦，吼、哦。啊，这个讲起来拢真强悍。啊，这个铁器时代哈，啊，这个讲起来是这个菲律宾人哦，啊，因进入到第一个铁器时代，用那个铁啊哈来做武器，哦，这是非常的啊，政治菲律宾哈，政治有真大的贡献。啊，对哦，因的兵哦，甲因骑马哈，哎，骁勇善战呐哈，咱一般来讲骁勇善战呐。所以是迄个时阵上介大的威胁啊！啊，总是因伫听咧讲有这个约柜转来的时阵吼，哪怕就是因有遮好的武器，啊，训练有素的军队吼，因大家嘛咧大声喊话，啊，这个喊话吼是惊吓论的，啊，喊话吼喊话讲甲落地会震动啊！所以咱较早伫这个所在吼，咱有讲起讲第五集。从主的约柜来到赢的中间的时阵哦，以色列人大声喊，地就震动了吼。非利士人听到喊话的声，就讲讲希伯人的人中间这样样大声，是在喊什么话？后来才知影讲是从主的约柜到这个赢中来啊。哦，啊，非利士人哦，就惊赢讲有真明来到因的赢中。哦，因讲惨啦，咱前哦。到呾毋捌拄到即款个代志啊，咱惨啊！遮人会当啊，遮人会当救咱脱离即款个大关联个生命啊！哦，以前伫旷野用逐款个灾祸拍死埃及人个，就是遮个生命啊！来，较早咱有搁咧讲起讲为虾米讲遮个生命啊？这是袂免一啦吼，因为这个来讲吼，啊，菲律宾人甲咱今仔个民间宗教同款，拢是多神论啦，吼，拢是多神论。咱第五章第讲着吼，正甲讲起大君庙，大君庙是因遐个大神啦，因菲律宾人个大神，啊，总是后排佫换代个正事啊。啊，这个大君庙吼，只要拍到仔仔探探吼，啊，正大君庙是龙神咯。哦，大棍是龙神，拢是其他的什么伊结论啊吼，啊加什么类吼，咱到第五章才来讲吼、哦，并无只讲因是什么神明啊。所以吼、哦，咱有看见，咱的台湾吼、哦，这是一个多神论，啊、哦，这个多神论吼、哦，都各种拢有神啊，啊，偏偏一个妈祖吼，啊，大家妈祖无共款啊，行无共路啦，吼、哦，啊，眼前表演的妈祖是已经去互伊放票去啊。哦，啊，所以今年哦，哦，另外一个妈祖咧行时阵哦，诶，咱遮个迄落政府的官员拢无要去按感情表迄边啊，哦，才换过另外迄摊啦吼，啊对吼，毋嘛讲即个地海岸即款个真名个地，即个吼，即个咱毋通看轻，啊，毋通甲当作文化，即是即个邪恶个势力，邪恶个势力，即个邪恶个势力吼。就亲像这个，因伫迄个所在咧坐行吼，就咱像咧宣布因的关制，吼、哦，因的关制伫迄个所在。所以吼、哦，咱伫西海岸吼，加兰地区的遮个迄落教会吼，啊，讲起来拢无讲真大金、真兴旺，啊，坦白讲啦吼，拢无讲真迄落遐。啊，所以吼、哦，这黑暗的势力伫迄个所在咧坐行的时阵吼。啊，有因的，那亲像一般的，那边狗仔咧放尿吼，咧宣布伊的势力范围，那感觉啊吼。啊，当然咱唔通安尼讲譬如啦吼，咧譬如咧到地开啊，变个宗教战争入来。当时吼，阮伫高雄吼，捌做即款的代志啊。我当咧带迄个挂做议员团体的时阵吼，啊，迄阵啊吼，高雄的公车吼，后壁拢有一挂迄落安尼。那像安尼做好人啊，做好事啦、啊，哦，啊，看者名言啊，啊，总是遮个物件吼，遮个话语吼，拢对啥物人来？拢对正言法师遐来。啊，表面上看起来拢是好个话，哦，啊，总是阮着甲我个遮个议员团结哦，甲因建议讲，
这吼，咧传播因的势力范围呢，因的话吼，坐行伫城市的第四甲位哦，各有的大家这项哦，公车到什么所在哦，伊的刀马顶就对你行呢。吼、哦，我嘛提出讲，你安尼袂使啦，你干那只有用这个看作佛教的这个正言法，不，我的正经嘛有读侪话啊，吼、哦。从地听世间人，吼、哦，有一个提献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哦，来拯救世间人。啊，亲像这无，你若要卖，大家公平，你这个地甲阮借落去。啊，若假使讲，你感觉讲啊，我这像要来公告前，啊，准你路拢卖穿啊。黑暗的势力会坐行，请你唔通多佛。正信的势力坐耶利哥城，爱坐七年。第七日坐，总共坐七日，总共坐十三日。耶利哥城，即咱坚固的城，即这个讲啊，做坚固的耶利哥，保罗讲啊，做坚固的耶利哥，这是撒旦的坚固的耶利哥，唔是正经的坚固的耶利哥。撒旦的坚固的耶利哥，才伫迄个所在倒坏。啊，所以吼，这款的物件吼，正经甲邪正的交战。啊！即咱伫正经内面，拢毫无隐晦，甲咱讲，只不过是咱唔知，哦，只不过是咱唔知啦，吼、哦。啊，所以吼、哦，伫即个所在，因听见即款的讲遮的神，吼、哦，对伫我像这对因来讲哦，因当然唔知耶和华上帝是干呐，只不过是独一无二的神呐、啊。因就讲有一群神呐、啊，吼、哦，甲因同款呐，吼，有一群神，真像因的大君庙吼、哦、是龙神。那龙神对咱来讲哦，是咱的土地公啊，呢，哦，咱的土地公伫砖头，迄管田园个啊，哦，啊对哦，伊加这个大神，哎，欺骗上耶和华上帝是大神呐，哦，加这个大神伊个放咱的土地公庙，哈哈，他爹嘛死无够，对啊，好来，啊对，互咱知影吼，这个。这个，因咧对这个神的认识吼，啊，咱对上帝认识，啊，因无清楚吼，咱袂使无清楚了吼。啊，所以伫这个所在讲探嘛，咱因哦，这个神吼，啊，伫这个所在吼，啊，咱哦，因是捌有这个埃及，伫迄个所在有只阿叔真吼，是过约旦河了，有较侪拢是约柜有影伫迄个所在，总是第九站哦。人非利士人吼、哦，伫迄个所在检查是因的领袖啦吼、哦。不过因即群的非利士人有五个领袖，吼、哦、有五个领袖，吼、哦、咱后壁就会看见啦吼、哦。啊，到底是啥物款的领袖出来讲即款的话，并无讲。第九段因的讲啊，非利士人啊，着勇敢，着做大大丈夫，恁则免做希伯人、希伯来人的奴隶，亲像因以前做咱的奴隶。就做大丈夫起来跟他們交代，因嘛会顺天喊话呢。咱若看见真多只的战争片啦吼，无论是古董的啦吼，还是现在战争片哦，拢有这款的顺天喊话。吼，鼓励这个兵士就迄个军队的士气，吼啊，激起只的大家的斗志，啊，激起只的迄落。军队的遮个士兵的斗气啦，吼！啊，安尼大家吼，那真像安尼有遮个将官啊，伫迄个所在啊，安尼有力的鼓励，吼！啊，用故乡啊，拍胜利就会当得到什么款的战利品，就会当倒转去故乡，子龙公将母囝团圆，吼！类似像这个这吼，咱伫电影内面，爱电视这个相关的这个节目，咱拢常在看见，所以因嘛会有这款的情形啦吼，非常自然。所以吼，第九集，因伫迄个所在，家己啊有这款的领袖级的，总是无遮讲啥物人啦吼，叫因着爱勇敢做大丈夫啦。哦，啊对吼，因着一鼓作气，啊，毋是因为因做勇敢做大丈夫才敢。才把玉桂扛起啦，才把玉桂打败啊！玉桂并无让因打败啦，吼、哦，迄是后壁有后壁的原因，咱搁继续来看。第十集，非利士人就出去交战，以色列人战败，步兵死三万人啊，其他哦拢逃走啊，返去因兜啦。好嘞，讲这个时阵啊，非利士人就出去交战，以色列人战败啦。
啊，步兵只三万人啊，啊，当然是几万人，这拢是大约的数字啦，吼、哦，都差不多拢大约的数字啊，无讲35000，廿31521个就无啦，吼、哦，较早迄个军队无法度人讲加遮那尼个兵，个讲管理加遮那尼好势啦吼，啊了吼、哦，大家人无死的拢登天到啦，大家四散啦，吼、哦，平安免自排，等于平安免自排，啊，迄个。伊就看做啊，迄个伊发连支派就斗当个伊发连支派，吼、哦，因本来土地所在吼，大家拢安尼赶紧斗当马拉西啦吼，即个迄个西面什么话，即个十二个支派吼，大家拢登去因兜啊，规个组织涣散，吼、哦，无人领导啦吼、哦，啊，讲无人领导吼，事实是有啦，第十一集啦，将地的约柜和会议。费力族人听一个唱剧，伊哩两个囝何文年、甲文年哈啊马龙死，表示这场组织领导者吼是伊哩的代表两个囝，啊嘛是因为这两个囝领导吼啊，上帝已经在早就已经有甲因警告，讲你的囝拢要共一日子。哦，而且以后你的后代无一个人会当当会修。啊，对哦，伫这个所在吼，是因为因南站伫这个所在无求问上帝，就要甲上帝安尼用当作是因的工具啦。哦，啊，我顶礼拜那天有讲起，天像甲上帝约会当作阿拉准灯啊，哦。阿拉尊灯哦，对，咱拢知影，迄个灯哦，安尼呼呼的，安尼烧烧烧吼，啊，就一个艺人出来，啊，主人啊，你有什么交代？哦，我今仔一来看这个故事，拢感觉吼、哦，有时我若捡到迄个阿拉尊灯哦，我想要甲阿拉改讲，叫你安怎安尼啊，吼、哦，啊，所以吼，这是囡仔的幻想啦，吼、哦，啊，这款的幻想，我就是真正从头受了这款的故事的影响。啊！因甲上帝的约柜啊，当作真像迄个神话故事，真像阿拉神灯安尼啦。啊，上帝敢那是上帝咧做上帝啊，毋是你咧做上帝。那是你咧派上帝咧出去咧招待，是上帝甲恁三甲弟弟恁出去招待，到咧拖上帝出来招待安尼啦。上帝重定上帝的同在，啊，特别已经是受到大惊啊啦。那到迄个时阵，因是有悔改，啊有认罪，吼、哦，因就可能这边的战争就有转变，啊无拍仗咯。卡到有不难看第三章十八节，伊讲伊是上主会照伊看做好去做，上主无看这做好啦，是看你悔改认罪做好，啊已经甲你讲了，搁再讲，啊你搁唔听，讲照伊所讲的去做。哦，所以吼、哦，这惠尼哈甲这个何文尼甲惠尼哈吼，两个兄弟啊，搁继续去继续咧签咩借面吧，啊，搁继续咧食甲肥滋滋安尼啦。啊，所以吼、哦，实际吼，这个战败唔是玉桂上顶上帝当代玉桂战败，是上帝无贪污伫迄个中间离开因去，迄只不过是一个道具啦，㖏，迄是一个上顶上个。因为上帝并无受约柜的限制，啊，总是约柜出来有伊某一个程度的意义。总是人若无正直、无遵照上帝意义的时，上帝反悔的时，啊，人就伫迄个所在受到真大的受苦。哦，所以咱若看见这个《申命记》29章吼，《申命记》29章。你们给要搞点哪一块买来？你们给要搞些。
自这哦二十八章啦、二十九章《生命经》哦，从这规本的正迄、那个正经内面哦，咱干那看迄个土的地脉地好啦吼。二十八章吼，遵行戒命的就祝福啦吼。啊，二十九章吼。违背戒命的后果啦，就是受咒诅啦，啊，受咒诅啦，哈。啊，对哦，这个看到这个祝福咒诅，大地真命记内面哦，拢解伊写甲真清楚，哦，写甲真清楚，哦，违背戒命第二十七章，啊，二十七章哈。啊，这个即款做十一十，这个作土的时节吼，违背戒命就咒诅。然后这个二十八章的头教者遵行戒命就祝福，啊，这拢讲得真清楚。哦，啊了后，搁二十八章第十一、十五节，这搁加土的字吼，这毋是正经话语啦吼，这是伊把这段命题叫做违背戒命的后果。哦，所以遮拢已经遮伫即个所在。你若到处违背，你若到处遵行，就得着祝福；你若违背，就受咒诅。啊，你若违背受咒诅的时阵，你要扛上帝约归出来大罪，上帝无即个代罪，你安尼痛滴个。吼、哦，上帝无即、這个无即安尼，互你就你咧，互你安尼，互你安尼安尼利用个啦吼。所以吼、哦，伫迄个所在，毋敢若是因正拜那定。两个囝吼，这个何文尼甲惠尼哈，拢共一日死啦吼。最十二节，同迄日有一个便雅悯之族对战场走来时落，拆三拆二，头壳沾土沾土粉，表示哀伤。这个所在就讲起啦吼，三拆二，头壳沾土粉，是表示哀伤啦吼。咱若看见真肉的中间哦，啊，有迄落啥物，迄、那、落、個、这指头啊，三拆二啦吼，啊，总是无沾迄落血污吼，啊，即落看做啊，做罗甲啊，保罗甲巴拿巴奉人奉做神明的时阵吼，因嘛三拆二啦，吼、啊，迄是表示啥物？表示生气啦，哦，啊，三你即、這个。三拆二，搁沾血污哦，表示哀伤啦，哦，表示哀伤啦吼。所以哦，大鼻龙伊当咱犯罪，这个前天那咱讲迄个偷客占用人的偷掠占用人的诶羊啊吼，掠去台啊，请伊的朋友迄、那个好野人哦，就是大鼻龙本身的一段大鼻水认罪啊。这大鼻王之所以能称作圣王，不是伊拢无唔对呢，伊犯的罪是足大条的，足大条呢。伊唔是何文尼甲惠尼哈抢肉来食呐，听呢。伊共抢某，抢人的某吼，侵占人的某，佮将人的翁吼，用小刀杀人，用伊的官兵吼，留无辜的人的血，将乌里亚将军送去到中前线，无后援。伫遐正死，啊！才讲啊，因翁死啊，伊会当甲逃过门啊。所以吼、哦，伊是安尼受着真低拿单，伫迄个所在用即个故事家己揭出来，啊！伊家己认罪，伊嘛伫迄个所在穿满衫、站恢复，表示伊的哀伤。啊！所以即个所在有特别讲起一个，即个便雅悯之族的人对战场来到。这个事了吼，啊，拆二三，啊，头壳沾土粉啦吼，啊，有诶，啊，甲过去拢讲恢复啦吼，土粉表示哀伤，啊，伊到诶时阵哦，拄啊好伊伫路边坐伫伊诶椅啊伫看，所以哦，伊伫即个所在敢若只有伫第一章到第四章吼，啊，两个动作啊。就是坐伫即个桥边啦，哦，啊，甲倒伫即个倒咧睏啊，哦，倒啊，即两个动作啦，哦，啊，即个倒在讲坐伫即个桥边吼，啊，桥边的时阵安那，听见讲
有人伫咧喊话，吼、哦，啊，伊倒来的时候，拄啊好，伊伫路边坐伫伊的椅啊伫看，因为伊伫挂入上帝约柜，所以老伊哩就是伊的心伫上帝啦。总是吼、哦，伊对上帝的认捌吼，就可惜，我欠伊一脚步。那迄个时阵，爸叫的认罪悔改，把这两个囡仔吼拖来教室吼，袂害因落阴间呐。啊，总是吼、哦，这个所在吼，拢无安尼做，吼、哦，啊，佫食到肥嘟嘟。啊，所以吼、哦，伫这个所在，咱看见讲，听伫这个所在，啊，咧挂入上帝约柜的，无咧挂入，无讲伊咧挂入两个囝呢，吼、哦。啊，迄、那个人吼、哦，迄个平安面人吼、哦。像抹衫、沾土粉哦，迄、那个人入城报朝前哦，全城就拢嚎叫。为什么一看到这个人来，大家就拢嚎叫？因为伊的穿伊的衫已经拆哩，头壳沾的这个土粉哦，大家看大家来，知影讲这是歹消息啦。所以大家拢嚎叫，唔是欢呼哦。哦，还是大家拢起来咧叫嚎叫哈，嚎叫会较有迄款的凄惨的喊话吼，凄惨的喊话哦，叫做嚎叫啦吼、哦。所以十四章哦，伊哩听到嚎叫的时候，就问讲因咧画什么啦？啊，迄个人就赶紧来甲伊哩报告啦。哦，啊，就即阵大家人城内人看到这个对战场回来的平安闽南。在心内有数啊，吼，在心内有数啊，吼。啊，对哦，伊在来讲来甲伊哩报告，十五十，迄时伊哩已经九十八岁，目睭塌塌。这个台湾话讲了真好啦，吼，目睭塌塌啦。咱即款讲目睭雾雾啊，吼，雾雾无明，爱讲塌塌啦，吼，塌塌就有看那无看啦，吼，啊无看那有看啦，吼。啊，差不多是会当看见，讲啊，讲看见一个安尼，一个人影伫迄个所在咧顶动啊，毋是生面去啦吼，目睭擦擦，吼、哦，啊，虽然是讲遮无看见啦吼，总是吼，伊个目睭擦擦咧表示是安尼，无达人分清楚，即一片啊，头一阵人伫迄个所在，袂来当人问讲。哦，闽南人当个问十十六十，迄个人哦，安尼目睭擦擦，安尼讲无看见，安尼就无看见哦，啊。安尼无看见哦，因为十六十哦，迄个人哦就甲伊哩讲啊，毋是伊问个啦吼，迄个人不要紧，这个无重要，迄个人就甲伊哩讲哦，讲我拄啊对战场来啊吼，对战场倒扫来。啊！伊哩就讲讲我的囝代是安怎，哦啊！对咱看讲伊哩哦，就是伊是一个真亲民，啊，疼少百姓的人啊，哦啊，总是哦，伊疼后生吼，无唔知啦用管教的吼，对我拢强调不落解啊。啊，最后伫这个所在，也将到今仔这款的惨淡啦吼。啊，最报召一个，特来报召一个，因讲讲伊这个人战败多少。互人害死，互人害死真多啦吼！伊、哦、当场伊也无多人讲偌济啦吼。上届重个后壁即句，恁两个囝吼，好运年甲婚年下吼，嘛死啊！吼、哦、啊，上帝约柜互人抢去。这个所在真趣味的，就是讲啊，伊哩吼，咧啊咧偷还约柜啦。哦，伊咧挂入约柜十三节啦，吼、哦，十三节讲，因为伊咧挂入上帝约柜啊，总是来报告的人，这人之常情啦。将伊从亲的将差不多是从亲的下挂入吼，伊想讲上挂入的就挂入伊两个囝，所以将报告。吼、哦，伊这个所在并无讲爱挂入这个，伊哩咧挂入这个看做。约柜甲两个囝，哦，并无讲伊咧挂住两个囝，总是来报告，经报告伊两个囝已经死，哦，啊，约柜也是用光去，也是用抢去啊，
哦，啊，所以伫即个所在一直听着讲，正经是安尼写啦，吼、哦，讲，迄个人一个讲上帝约柜，十八十，讲迄个人一个讲上帝约柜，啊、哦，上伊哩就对伊啊倒正下，啊，然后倒哩门边吼，倒落去门边啦，吼、哦，倒落去门边，啊，即、這个暗棍吼。哦暗棍子了，伊那只暗棍子，压子了哈，压受死了哈，暗棍当起了哈，压当暗棍了哈，压受死。啊，因为伊年老大苦，啊，这个所在搁特别个形容伊是大苦啦哈。啊，伊哩吼做伊这个的主子四十年啊，这个所在甲伊哩定掉落来，伊过去所做个遮个亲民爱民哈。并无提起啦，总是吼、哦，敢若伫这个上界悲惨的时阵，简单交代，伊人生做大苦啦。啊，这大苦吼、哦，就迄个上帝真人伫迄个所在，讲恁全家拢食到肥出出啦，有可能吼、哦，非何文尼甲非尼下两个兄弟啊，全家吼，大家拢食到肥出出啦吼。迄、哦那个时阵要摕着肥出出来吼，较少啦，无济啦。哦，啊，这样子哦，咱台湾还是讲其他的哦，即个较下国家哦，要找到这个标准的较赞的哦，无济啦，哦，像阮大哥三个人拢超过体重，哈哈哈哈哈哈，啊，那这那十经七度在场吼，啊，所以哦，迄个人一个听咧，迄个人一个讲十八十啦吼，迄个人一个讲上帝约柜吼，伊哩就对伊啊倒正呀。啊，倒落去伫门边，啊，啊，只暗棍是头壳去弄着病啦吼，就死，因为伊年老大苦，啊，这是一个结毒的语言啦吼，年老大苦，伊哩做伊这个事主四十年，四十年这拢是差不多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啦吼，到底是三十九年外，三十八年外，总是拢会用一个星座啦吼，四十年吼，来。啊，这无重要啦，吼，反正你就做只久安尼就对啦，吼。啊，这个十九十伊哩的新妇，啊，伊新的新妇啦，吼，应该是讲新的新妇啊，伊的新妇吼，婚礼下的某有特别者啦，吼。新的新妇唔是新，唔是讲伊哩的新妇，唔是伊哩的新的某，啊，伊的新的新妇哈。啊，讲起来吼，伊九十八岁，那婚礼下打娶新的某，这唔知是第二个、第三个啦，啊，有可能哈。啊，所以哦，怀孕得要生，伊听到上帝约柜给人唱去的时阵哦，大官甲丈夫拢死的消息，忽然就准疼，吼、哦，然后哭落去生囝。后来，这是忽然间吼，这是心理甲生理的作用，啊嘛是产期已经到了，啊有可能产期吼，伫即一两日，吼、哦，伫即一两日的左右啦，吼、哦。啊，这等于这这款补充一下不要紧啦吼。那照我咧字里行间安尼读吼，应该也是拄啊等级到，啊等级到就着特别的气息吼，拄啊迄个规个迄个政府的功能吼，都失控，啊失控，拄啊忽然间生囝，啊再忽然间生囝吼，所以照讲。有可能会搁一两日左右，即款的会感觉啦吼。啊，所以吼、哦，伊特别死的时吼，啊，伫边啊会照顾的妇人人，甲伊讲讲免惊，你生查甫的啦。啊，所以讲起来，这一边啊咧照顾的，伊哩大细时的媳妇边嘛是有人咧照顾。哦，所以讲起来，因是享受迄款安尼。君王、类似君王迄款的大概的待遇啦吼，啊，所以有人伫咧甲伊照顾，啊，这照顾人讲起来嘛真好啦吼，就是讲啊，唔免惊，啊，无得惊，咱拢有讲天灾啦，出来咧讲话拢会讲无得惊吼，唔免惊吼。你生查甫的，迄个阵啊，生查甫是足大个阳光啦，因为啊，查甫人就无算人哩，啊。到耶稣五个饼两尾鱼哦，就特别讲富人囡仔无算，啊为虾米富人囡仔无算？因为富人囡仔伫迄个时代无算人啊吼。啊，所以哦，
啊，唔过伊就点点无回应啊，就是伊个真无欢喜他个某，啊，无拢点点无回应，啊，啊，伊个囡仔号名叫做伊家婆啊，啊，伊家婆哦，意思讲上帝应要已经离开伊这个了，啊，啊，所以哦，实在是号名拢有伊特别的意义啦，拢有伊特别的意义，啊，这个时阵，迄个时，迄个点，对这个新妇来讲哦。伊大大感受到上帝已经离开了，因为约柜上手去，伊个大官啊，唔是大官，伊个大官安尼倒正下，啊暗棍去压制，啊然后啊伫这个时阵，伊个丈夫也死，啊虽然这个时阵生囝吼，总是因为是约柜上手去，所以上帝应要离开了。所以要讲起来哦，就是这个新妇讲起来是有信用的，啊、哦，伊是有信用的吼，才、哦、才知影讲，伫迄个所在哦，无啥物通好欢喜了。上帝荣耀已经离开了，吼、哦，大家拢嘛讲上帝开了，上帝当代，吼、哦，啊，哪有人讲上帝离开？啊，迄是伫伊伫迄个时迄个点。啊，在迄个中间吼、哦，所发出的一种，啊，通讲是一种安尼叹悔，还是讲一种的感慨，啊、哦，一种的感慨吼、哦，啊，意思讲上帝应要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因为上帝的约柜被人抢去了，所以圣经的作者吼、哦，甲描述这个真有伊的意思啊，吼、哦。甲叫做伊家婆，啊伊家婆是上帝应要已经离开，啊应要为虾米离开？因为上帝约柜予人抢去啊，啊大官甲丈夫嘛拢死，所以哦，这三项加做伙，哦，迄个时阵哦是靠大官啊大祭司哦，才有因全家这款的特别的待遇啦，哦、啊、这款的生活，啊菲尼哈是伊的丈夫，啊伊生的囝是当然是属于这个。大官的孙啊，丈夫的囝嘛，哦，啊，总是遮个拢死啊，所以吼、哦，伊阁讲两届哦，22节，应要已经离开以色列啦，因为上帝约柜已经予人抢去，哦，所以吼、哦，这是应验这个新人所讲的话啦，哦，伊的囝儿吼、囝孙啊，拢袂当退休啦，上加活到中年啦。哦，啊，这是头一个就应验共一日死，唔敢共一日死，含后生嘛死。哦，所以哦，讲起来，咱茫聊转讲哦，这是一个安尼，啊，唔是讲啊，该安怎啦吼？啊，总是哦，这个到尾落，若要到台北咧比起来，也是讲较早咱讲亚历山大咧比起来，都差咧足济咧。啊，这是枪法、骑法，这根本就属于伊个啊，总是爱有天赋啦。哦，伫迄个停住了、限制了，嘛属于你个，会当安怎分你就安怎分。啊，总是吼、哦，伫还袂限制进程，安尼是表示上帝。所以行啊，好事爱有停住。哦，咱若无迄个纪律，无迄个停住吼，祝福当然无念够，唔敢祝福无念够，佫会受受挫。啊，所以吼、哦，伫即个所在吼，咱看见讲，这实在是一个真可惜的所在。老伊哩在是好大，一个是好的好的祭司啦。咱坦白讲，伊实在是好的祭司，啊，毋是好老爸啦，吼、哦，毋是好老爸。啊，总是囝儿犯罪的代志吼，是嫉妒上帝，无尊重上帝啦。咱要讲就讲啊，干那安尼尔，总是吼、哦，上帝就看重这样代志，搁提两个人，吼、哦，煞要你听无，搁甲叫三四届。哦，啊，为着要甲讲啥物，为着要讲迄个新人所讲的话，所以上帝也非常的期待，伊哩全家会当啊悔改认罪，就无得到即款的咒诅。来，这是咱差不多今仔日啦吼，伫即个所在所看见的啦吼。咱有啥物款问题？啊，较早迄个生囝的代志，等伊准备甲咱再补充一下无？无啦，伊都讲起。真大的伤心嘛，无啊，即个是当作心碎去哇，心碎去死啊。嗯。哦，为即个
落雪海的战争啊吼，啊嘛有人安尼心碎去。啊，以前，比如说，迄个新约时代，哦啊，天公有财产，哦啊，分，哦，迄两个阿公婆，啊嘛是看死就死啊，救助的力量吼，啊加变化来大，同款意思啦吼。啊，不过这个所在写的这个新妇是无死啊。哦，并无死，是并无死哦，并无遮意思啦吼，即并无遮意思，并无死，对，有影，即个所在并无遮意思哦，对，就是新妇嘛，啊，对啦，对啦，对啦，但是新妇，而且你会提醒，即个所在并无讲伊死啦，吼，并无讲伊即个新妇死吼，对，是伊生的囝，甲迄个时阵所讲的话啦，哦，啊，即句话吼，是拄拄是应验着。迄、那个真人所讲的上帝应邀已经离开了，吼、哦，还是讲整个的这个过程吼，上帝应邀离开了，吼、哦，总是上帝应邀离开，人呐，搁倒转来是上帝的面前的时阵吼，上帝应邀会搁倒转来，啊、哦，多谢这个张医师的一个补充嘛，吼、哦，好，来，咱其他有啥物款的迄落领袖，还是讲有啥物个问题，还是啥物款的领袖要分享的无？开机哦，开机哦。啊，来开机不要紧。开机，开分享。来哦，来开机，开机了。来哦，开机哦，啊，紧讲哦，剩三分钟了，你无讲就关起来哦。无啊，办五分钟啊。诶，咱后礼拜怎么人要读？先讲下来，后礼拜怎么人要读？啊，后礼拜有怎么人要读无？要死个要读无？伫山顶下来，有阿嬷、梁安、阿家迄个金珠姐姐来。阿嬷，你也袂送呢？金珠个读过啊？要袂，即摆着打年纪读较解着，后顶了读。哦。哎呀，计个内容就是内容就是读了。好，内容就是头一届读。哎，对。教一个好啦，金珠。好啦，接落去啦。哎。金珠就是六点哦。哈哈。金珠走无伊。哈哈。有你点名，有你点着。有啦，我来个机啊，切袂开啦。哦，好加载。这开啊，我听到，听到。后礼拜你啥讲？就是讲，你后礼拜要第几天？后礼拜第五章到十二章尔。上细节的啦。我连那坐，我无得啦。哦，安尼轮到你，你就赶紧拣一块，拣一块正吧，先生，我这个小儿科哩。哎，这对来讲小儿科了，对啦。这小苹果啦，小苹果，好啦，决定了啦。安尼后礼拜金主持人来，啊，咱有啥物分享的来？这个拢无啥机了。嘿，无啥机了嘞。嘿，袂歹哦。嘿，愈来愈进步。老师。哟。嘿。来，请讲。第四章吼。对。先低个百姓，心态较稳。
对啊，对啊，就是伊离甲百姓有，伊这个伫遐战场的人走转来讲，伊无成功，玉米已经无去啊。对啊。伊先讲，诶，伊两个囝死去啊。对啊。啊，所以你当伫遮咧看讲，真正甲咱百姓所想的吼，咱所想甲面顶所想的，是毋是无相像？对。讲咱就对了。我有想着讲吼，一个国家掌权者，啊，甲百姓所想的，你的目光、你的焦点是会不一样的。对啦。对吧？对。哎。像咱的国家，像咱的总统所看的是一个大局，是一个面，但是咱百姓所看的，最拢是一个点。对啊。好。对啊。而且我是。有咧体会着讲，其实，我若咧看古迄落圣经诶时阵，拢会连结甲咱即个世上有甲咱读诶圣经有某一部分有符合无？对啊。诶，想法是毋是有安尼诶想法？我真够无。对啊，你安尼讲就对啦。真，你诶角度甲人诶角度有影是无同啦吼。比如讲。咱一直咧讲个是怎只即个迄个上帝神人，即是作为先知个囝，上帝通过即个神人，无只讲即是啥物人。咧讲个是整个个大局啦，吼、哦，整个大局，就是伊离以后个即个后代，到差不多就开始个，即拢是通过上帝咧讲个。啊，最后伊离咧关心个，就即个。伊伫伊个信仰个经验，伊嘛知影啦。约柜若平安哦，伊个囝就无代志啦。嗯。啊，约柜若平安，伊个囝就无代志。所以哦，伊这嘛是圣经作者个角度啦。圣经作者个角度，描述讲伊哩咧担心即个约柜个代志。啊，啊，总是伊个有咧担心伊囝无？圣经作者吼，并无明讲。啊，所以吼，就即总是吼，亲像你讲的，伊的角度甲宽度无同啦，啊，像我即摆讲的，伊你若约会好势，因两个囝就好势，啊，约会若无好势吼，两个囝较加嘛，三个囝、四个囝较加嘛是有道理，啊，人的角度就像讲啊，这亲情的吼，这项代志可能是伊的想法，可能是老爸都。都挂心的啦，啊，总是力量咧报告啦，吼，力量咧报告啦，吼，啊，总是有影你讲的，我赞成啦，就是人甲一般的人吼，甲这个上帝顶端的伊的角度吼，高度就是嘛是无关啦，无同啦，吼，无同，伫作用的方面啦，伫作用的方面，吼，哎，多谢，真好诶，这个分享，好来。要不阿嬤，你有听到无？你娘啊！阿嬤，你即马伫倒位？阿嬤，你即马伫倒位？我安尼困去啊！好啦，连工吼，都派一支牌予你吼。即摆金主席了换你哦吼，我有讲吼。金主席后礼拜换你，咱来请即个天雷姐带咱祈祷。主笔，今日我哩准备上台，我感谢你，感谢你，可以享受我真好个即个时间。一旦驾着你的文笔，以线电感谢你之外，对无输领袖对顶面来维护，愿你帮助我，予我伫大顶号的顶面，会当荣耀你。予你的话行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予我的目睭定睛伫你的身上。虽然世界有着济济伫我的面头前，总是我就是要看着你。要来，把目睭看你，愿你帮助我。伫疫情较严重的时阵，
我有关要好大向前，无惊呀，因为你是阮的帮衬，也保守伫病痛中的兄弟姊妹心情有着。好过来见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医治因，也乎世界五头前来迈进。因这个世界是上帝你所创造的，帮衬阮每一个人好大向前，祈祷伫上帝。感谢你甲阮三甲弟弟，阮打马就下线，愿你干保守阮头前的脚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老师，明仔两点二八分，两点二十就发人上网啊嘿，练一下歌咧，好，好，拜拜，拜拜。是无，我前头，无讲到我接来咧上证，伊现在拢是浪证吧？对。拢无听到讲即个英文讲的证，因为迄个上较悬的总教练出来咧讲啥？应该是有啦，特别是乌克兰哦，一开始因就发动全国做个祈祷啦。总之吼，罗地亚这边吼。可能会较亲像中国的基督教共款，较唔敢讲话啦，较唔敢讲话，世界的新闻吼、对于这个宗教的领袖的发声吼、对你真亲像罗德马丁这款的，为了黑人运动做这个大规模，一摆就安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伫国会迄个所在吼，迄、那个纪念碑的所在，即款内才有咧报告。啊，若无吼，一般来讲吼，啊，总是一开始咧战争的时阵，我就讲因用诗篇三十一篇咧做祈祷文啊。乌克兰这边，啊，罗西亚这边吼，应该啦，就爱亲像东土时的德国希特勒的时阵吼。自即几多落的时阵吼，嘛，大家人拢唔敢讲咧，干那是有潘霍华。潘霍华吼，伫伊出来讲话，啊后来就庆国，当时庆国了一礼拜，世界大战爆发。啊，当可笑，三十九岁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家。我伫咱即个一般日常咧听咧讲。长老教会哦，伊个就是较宽容款的态度。啊，即、这个咱一般的多信教还是佛教哦。就一般咱即款的宗教，应该宗教佛教，一贯都拢偏向统一的派。即吼，因拢一个想讲，要参迄个中国的妈祖结缘啊，所以拢照宗教吼，得暗通款式啊。所以吼、哦，按人表大妈都去遐咧认亲啊。系啊。啊，这直接拢是变相。变相的这个痛的迄、那个经常。哎呀，我讲讲伊个。啊，所以这拢会靠我国民党。本来本身，因本身就无真正的信仰，伊完全是假的。对啦。吼、哦，一种的这宗教活动啊，对啦。靠钱啊！对啊，是为着要跟妈祖收遐钱啊，当作约会安尼，甲刚出来咧坐说安尼。诶，新约时代，耶稣就甲遐瘫痪来拍架安尼着。对啊。啊，迄个无拍线就袂使。啊，即摆因做工课嘛是安尼，啊，讲起来嘛是，对无？收遐油钱啦吼，啊来去就是那个。对啦，大金牌吼，哎，真正真重量，你讲要重块块，哎，都练财的。对啦，这怎样？哎，啊，对因的民间宗教吼，一般。